嗨，老师，我来了。今天怎么穿这么多护具啊？啊，不是要运动吗？我就多带来的。最近暂时用不到这么多护具哦。好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进教室吧。好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把鞋脱在这里。好。我们今天的瑜伽课程是肩颈理疗，它的主题主要是针对上半身的一个肩颈不适去做一些缓解的动作。今天体式主要是猫式的串联，还有我们一个颈椎的扭转。我们选择一个舒适的坐姿，好，你的重心再向前一点点，胸腔再向前，来把我们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手臂放在膝盖上方，肩膀向下沉。好，你再次也可以关闭眼睛，微微的收一点点下巴。自然的吸气和呼气。可以稍微扶一点点下来。好，不要发出声音，一直吸气，一直呼气。我们再次静坐冥想。好，现在我们双手合十来到胸前，来到眉心。睁开眼睛，好，现在你的身体面向前面，我把我们的双手向前，来到凳子的前侧。我们第一个体式，把你的食指就张实张大，一定要张实张大，虎口向下去压，虎口向下去压，膝盖打开，胸膝盖打开一块横光。好，我们再次可以让你的脚趾微勾，把肩膀再次放松，向下哈。让你的耳根和你肩膀远离。现在我们的吐气，下巴找梳理，你找肚脐，眼睛看向你的肚脐，然后是大腿中间，胸腔饱满向上，胸腔推高。好，吸气的时候慢一点，向前沿的拉长，臀部保持不动，肩膀向前。对，跟耳根远离很好。去感受到你的整个头后侧，去找你的尾部的后侧。吐气的时候，下巴找梳理，你找肚脐。吸气，再一次向前再拉长。呼口用力向下压，食指向下张弛。吐气的时候，下巴找梳理，你找肚脐。我们来回三次就可以了。吸气向前再拉长，肩膀站得放松，耳根和你的肩膀远离。对，头再去向后一排，头顶去找你的尾椎骨的后侧，胸腔还可以再上一点点吗？很好。下一个吸气的时候，我们保持我们这个动作，慢慢的回到我们的第一个动作，头部回正，眼睛看向地面的方向，拉到四肢归之，不用海松拱背了，眼睛向前看就好了。好，现在把我们的右脚向后，脚趾回勾。现在把我们的右脚向上抬高，脚趾回勾向下。你的臀位还是太高了。好，稍微要伸你的胯，慢慢的让你的一条平线来到向上。好，去保持你的整个腹部是收紧的，左手向前延伸。哎，可以慢一些，慢一些。好，收紧你的腹部，不要塌腰，不要塌肚子。好，吐气的时候左手落下，右脚落下。哇。收肚子一定要记得，现在换我们的左脚去吸向后伸直，慢慢的看，臀部没有向左右两侧去旋开，腹部收紧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吐气的时候左膝落下，右手落下。好，现在把我们的右手膝打开向上。最大，你右手指尖找天花板，
吐气的时候，你的右手穿过你的左腋窝，右手穿过左腋窝，把你的右耳贴在垫子上，左手可以放在你的头顶前侧，打开你的左腋窝，重心完全放在你的肩膀上。好，你站起的时候可以尝试把脚趾都回勾，脚趾都回勾，把你的左脚伸直，可以试一下左脚伸直，脚趾回勾的伸直。好，可以。重心放在你的肩膀上。好，吐气的时候，左膝盖向下落下来，左手撑着你的地面，可以选择一个完全的起势去试一试啊。现在换另外一侧，左手打开吸气，指尖找向天花板方向。吐气的时候，左手穿过你的右腋窝。好，把整个左手手臂伸直，掌心朝上，左耳贴地。现在你右手放在你头顶的前侧，去稳定好你整个重心，重心放在左手手臂，把你右膝盖伸直，脚趾离右膝盖伸直向后，慢一点东西，脚趾回勾的伸直。好，很好，重心完全放在你左手肩膀上，四、三、二。一，吐气的时候右膝跪地，用你右手撑地，慢慢的回来。我怎么感觉你跑了几千米了呢？有那么严重吗？好，我们同步向后坐，你老师放松，额头点地。好，再次放松一下。吸气的时候抬头，我们慢慢的跪坐起来。好，可以擦擦汗，喝点水都可以。记得点击关注，多留言和我们互动。